如果你弹右手顾不了左手，弹左手顾不上右手，双手配合的时候手忙脚乱，一定是出现了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你所选择的这条练习太难，超过了你的练习范围。第二个原因，没有进行双手的基本功练习。今天教你一个练习，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先来看右手，1、2、3、4五指分别放在哆来咪发嗦上，圈圈里就是右手的指法。再来看左手，再来看左手，五个手指放在哆来咪发嗦上，哆咪哆咪嗦咪嗦咪来发来发嗦发咪来。大家发现右手和左手弹的音是一样的，然后我们进行第三步，双手配合，哆咪哆咪。